那天，在那个房间里，有个戴着面具的男人，要请你们帮帮我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把他找出来。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还记得吗？我们以前算蛮要好的，那个面具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我的嘴快要忍不住了，全都是骗子。 他果然背叛我们了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黄冠玉，我说你这是那个傻子，走开！我们的友情好像已经彻底结束了，要不要相信我一次？我会亲自报仇。姐妹们，等着瞧。假面的女王，6月5号起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品道。6月3号起，你也可以上MiWatch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